Well, Aura, now comms are back up and running. It's time we got you out of here. Head to platform 5. There's a train waiting for you there. Copy that. Thanks, Bruno. 破片手榴弹。 按 F 哦，手榴弹是按 F 就对了。啊，什么东西可以拿一拿的，赶快拿吧。 哦，工具台可以，升级，可以升级你的，解决哦，你还要比如说杀僵尸才可以那个解才可以升级就对了，无法测一下 ，OK， 然后反正就是你要升级嘛，就是要杀僵尸才可以升级啊，然后这个可以怎么升级？我看一下。 这个，嗯哼，哦，是这样按装备哦，你要点它，然后按装备，啊，别的吗？这什么枪？哦，这爆炸，好像蛮不错的哦。还有吗？然后这伤害，增加少量伤害，精准度。 我觉得增加精准度好像是不错的选择哎。OK， 那再 N3的猎枪啊，这个也有吗？没兴趣，我比较喜欢步枪。然后这个近战的话，然后随时间充能，按空白键示范，把它提升。啊哈，提升玩家级别以升级更多特殊近战攻击。OK， 哦，这是用砍的、哦，它的近战，比如说。 哦，有闪电拳，干这什么？雷神索尔哦，<笑>之前的近战是用那个枪托去攻击对方啊，然后特技，当被击倒时杀一个，杀死一名敌人来复活，这有用吗？哦，只能装备一个啊。 这就没差了吧？还有什么东西？开启无电，开启无线电，然后关闭无线电，弹药全满了 ，OK。Hey, what's up, man? Come to take some pot shots at the dead man, have you? 这什么东西？哦，应该是射击场吧？这个是射击场吧？对吧？啊哈。 这个是射击场吧？啊哈！他说不要射到平民，哪来平民啊？平民，那就平民吧。 靠背。OK， 结束。还有吗？没吧。
哎，我射歪了，哦，不对，这个还。还有吗？看他们是有，这是有多大心理变态才会玩这个游戏啊？干嘛、啊？我说老黑啊，你在你很兴奋哦。我看到什么？哦，这边还有东西哦。手榴弹都满的啊。干，他们在玩这个游戏真的是超变态的。拿到升级套件 ，yes， 啊，应该变有升级套件啊，应该还有吧。哎，只玩一次而已，好吧。这干嘛的？这工具现在是要干嘛的？看一下是什么？为什么会有个人偶在里面啊？然后这个是什么东西啊？好吧，应该是没东西拿了吧？走了。刚才怎么回事啊？为什么会突然之间，就是突然之间，好像震动了一下。然后我的，哎，等一下，我的步枪、猎枪可以升级吗？刚才有什么好升级的？哎，没有哎。他说，嗯哼，这个这些他这些升级卡宾枪的升级方法还要得靠杀死敌人就对了，是这个意思吗？嗯哼，然后反过来说，像步枪的话，步枪的升级是靠那个升级套件。OK， 升级。OK， 好，医疗包已经满了，那我要走喽，各位，我要走喽 ，Goodbye。说要搭上火车，说要从哪边过去？走上面吗？看一下还有什么东西没拿的。这边还可以上去哦，这边是有彩蛋之类的吗？这什么东西？干嘛？火车？
然后靠过来，酒瓶掉下去了，然后再回来。他们是很无聊才会玩这个吗？这请问一下，他们有多闲才会搭这个啊？你们在僵尸世界里面还玩这个哦？OK， 没了吧？这个就这样了。这个类似成就吧？好 ，OK。嗯，你好。哎，他好扰哦，不要。干嘛？来哦！来吧。应该不会从后面改吧？哦，还从后面改哦。好危险，好危险！没吧？还有吗？怎么那么多？啊，怎么那么多？太多了吧？哦，这是队友。我充弹药。大哥，你在面壁吗？看一下，我要手榴弹，我要手榴弹，手榴弹你在哪里？这弹药吗？谢谢。好好笑 ，OK， 来吧，准备进入。这个是什么图案啊？我觉得好像是一个很神奇的。哎，钢之炼金术士那个图案，哎，就是那个爱德华把阿尔附在灵魂上的时候，把那个灵魂附在盔甲上面的。哦，后面有人吗？没有。
哎、欸，幾好啊！所以我后面都没有人。拜拜。干，你头都爆了，可以抓。这什么东西？这彩蛋吗？这彩蛋吗？看一下有没有什么东西。然后你看，好恶心哦！好吧，好吧，够，不要玩。快走快走快走。这什么散弹枪弹药。奇怪，为什么？哦，这地雷啊！快走，快走，快走！啊，我怎么会踩到按那个有地雷啊？哇靠！干，他会开枪哎！他会复活吗？让他们过来踩啊！践踏尸体干嘛？哦，还有这招哦！哦，这什么东西？还会过来吧？原来是这样玩，好好好，好有趣。有东西拿吗？没有。好吧，五个弹药。这些枪要怎么换呢？他没有教学说怎么换枪吗？It's a blood scene. That's bad news. 好像有血印都不是什么好事、欸。就是有刚才血印嘛，都会有一大堆僵尸出现。还有吗？没有吧。干嘛？我跳上去一下，
这边应该有什么彩蛋吧？看旁边还有人，那个声音好恐怖、哦！哎呀，这些人在，这是什么东西啊？干肠子！哦天啊，我才刚吃完晚餐，我玩这个我会吐。干嘛？旁边有僵尸啊！我要被投啊！我要吐了！干嘛？给好啊！他说的防御武器就这个、哦。喂，后面有人突然间过来吧？来扶我吗？哎哎！哎，等下玩错，不是，是左键 shoot。哦，他会把它吸过去吗？哦，会把它吸过去、欸，啊，就这样而已、哦。哇靠，好像有点硬欸。都倒吧。没吧。好心，践踏尸体，我踩死你！哦，走这里啊！我觉得应该我可能要去调一下按键，把那空白键给改掉。这步枪的干，什么东西在上面？什么东西？那个是手吗？我快没子弹，球！近距离打，手枪远距离打没什么伤害。
去哦，干我全身都血。哇，哦吼，我打了几个啊？谢谢。看，你才只歪头。这边不用打吧，直接冲过去就好了吧。干嘛？干，这边怎么被？看他自杀者哦，有吗？有吗？有吗？到底射到谁啊？干，你这边过来开枪。哇，两只哎，屌！OK，
刚好被打到一下。看，居然还有自杀者这种东西哦！咬着手榴弹，然后冲过去打，冲过去自爆。妈的，好像恐怖分子。没吧？这时候，哎，哦，看文档的时候就不会出事了。OK， 这布鲁诺，然后吧吧吧，然后亲爱的布鲁诺，西部怎么样？我本来想问你是否享受着春日天气，请问在三思的世界当中，哪来的春日啊？然后，但我知道你是一个非常悲惨的混蛋。尽管如此，有个可靠的消息可能让你微笑。你本季是否有一些来自幸存者派的老朋友？如果是这样的话，你最终可能会对热爱亚狮群产生影响。祝你好运，威尼斯这里还是老样子，蚊子臭水。看来威尼斯应该是沦陷了吧，对不对？然后以及连从运河中找到出路都做不到的死人，坦率的说，我需要挑战。你想对你的老友大发善心的话，请把任何后备人员都派给我。滚呀，山姆多顿主管，威尼斯前线营地。什么东西看不懂？所以这个三小，刚有颗头吓死。有差吗？这干嘛的啊？OK， 没东西了吧？哎，我去上面看一下。这个地方，哎，哦，这个地方是我们刚刚的地方啊。你在这边上厕，哎，我刚刚发现他是不是头带着那个？这些人是吃头然后拉出头吗？所以在干嘛？这啊？所以刚刚是彩蛋吗？哦，哎，这可以清洗哎。我全身的血迹就没了，哇，还可以这样哦！这什么东西？那这上面可以上去吧？哎，这可以爬哎！妈的！点燃！他们在吃人头吗？哎，给好啊！哦，好像很好吃哦。干，我一定有病。然后这边的话，有什么东西可以拿的？他们明明就可以吃着正常的食物，看这个面包比我平常吃的面包还可口哎。结果他们就在这边煮人头，真的变态。不要吃这个，他说不要吃那个头颅吗 ？Shoot 左键悬挂，这样子吗？过下。哦，是这样。
抵达安全房了。这人怎么？他死了吗？干，他在吃他。我发现他好像头颅不见了、欸。他的头好像不见了，真的。然后这里的话就没了吧？啊，安全房就是这个啊。然后这个是我的哦，章节完成。OK， 我想我这次先到这里好，我再玩下去我会觉得很反胃，因为我觉得太血腥的画面我会不舒服哎、欸。好，那就先到今天就先到这里了，那我们下集再见了，各位拜拜。好，拜拜。反正这有自动存档嘛，对不对？Surprise attacks. This is not an isolated incident. It's a coordinated assault. But how? Where the hell did they come from? I don't know. All surviving units are being ordered to fall back and regroup. Once we're safe, then we can start asking questions. Okay. To the train, Alpha Squad. HQ needs you ready for action. 好，先这样吧，拜拜。我要吐了，快吐了。